现在是上午早上7点钟，我在上海的汾阳路，没有什么人，也没有什么车，刚过去了一辆警车，天气还不错。怎么样啊？我个人感觉还行。在机场接受到了志愿者和医护人员的非常仔细的检查。过了万人大关，所以然后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跟着这个形势。谢谢大家，咱们疫情之后见下线。